的身体为此发挥一切众生请转妙法轮加大我们如何了生脱死离苦得乐速证无生云何为浊恶难譬如清水清洁本然即彼尘土秽沙之轮本之流岸二体法尔性不相寻由世间人取彼土尘投于净水土湿流岸水王清洁容貌古然明之为浊如浊无从以服入湿云何为浊呢什么叫一个浊呢这个无浊的意思我现在把这个浊字先给你讲一讲恶难譬如清水譬如比方说这个清水清水它的本体是清洁本然的是清洁本来那个样子的一点也没有这个染污的样子即比尘土就是说这个尘土拿这个尘土来讲这是水它是清洁的那么那个尘土呢灰沙之轮它有灰又有沙之轮轮就是那个一类的有就是同类的不是灰就是沙啊，不是沙就是灰和这个灰沙相类相同的这个东西本质流岸呀、啊，这个土的本质它那个本体这个质啊就是个体土的它的本体是流岸的流岸就是啊不同的啊不同的二体法尔二体呀、啊、这什么二体呢就是这个水听见了没土这叫二体不要睡觉这个水和土这两个体相法尔这法尔啊就是法尔建成的就是这样子的本来就是这样子法尔啊就是本来就是这样子啊什么样子水就是清洁的土就是流外的法尔就是本来他们都是这个样子的这没有掺杂在一起没有混合在一起水就是清洁的这个土就是流外的这法尔二体法尔性不相寻呢、啊、它这两种的性啊不一样的不顺的那个水也不会跟着土跑土也不会跟着水去行去啊互不相寻你也不会顺着我我也不会跟着你啊这两个呀是不相同的有世间人呢可是啊
在这时候就有一个世间人，这世间人就是什么人呢？就是这个凡夫啊，虚子，没有修道的人啊，这是愚痴人。世间人取彼土尘呢、啊、他呀没有事情，他要找一点事情来干，没有工作，他要自己呀来找一点工作啊，这叫无事找事做，根本没有事情，他要找什么事情做呢？取彼土尘呢、啊，把那个地方那个土啊拿来一部分，究竟多少啊？这没有数量，你可以说多，可以说少，啊，他要用一碗水呢，就拿一把土就够了；要用一缸水呢，就要当一担土。他要造一个大水池呢，那么又要用一吨土才可以，所以这个没有一定的，不要指着说一定多少水多少土活到一起这才算呢，那浊了，没有的，这可多可少，可大可小，无大无小，无内外，自修自了自安排，这也是这样子啊，啊，随他去安排去，他用多少就是多少。投于净水呀、啊，拿了这个一些个土啊，放到这个水里，放到水里，你说怎么样啊？这回就是发生了化学作用了，这也是化学啊，发生了化学作用了。什么化学作用呢？土湿流暗，土啊，见到水也就稀了。也就啊不那么硬了啊，这土本来属地呀、啊、属地大的它是坚硬啊，现在见着水了它也软了啊，软了，水往清洁，可是啊土虽然变了质了，由硬变成软了，这个水也不是水的那个本来的样子了，水本来的样子是清洁的，现在你说怎么样，变成浑浊了啊，水本来是清洁的，它这回也不清洁了，也看不清楚了，就浑浊起来了啊，容貌古然的，这回这个样子啊变成一个化学的作用啊，啊昏昏登登的看着那个水呀，你也不是水也不是土了啊，发生一种化学作用，这化学都是由这个里头发明出来的，起了化学的作用了，古然明知为浊呀，就因为他这个古然呢就是看不清楚那个样子啊，看不清了，所以呀、啊、容貌古然，这个容貌不是人的脸，不是人的容貌，你不要误会了，这就是那个水和土的本来的容貌，合到一起呀、啊，生了化学作用了啊，就变成了一种浑浊的这个汁了，浑浊的东西啊，形容貌古然，名之为浊，这个就起这个名了，就叫浊了，就叫浑浊了啊，如浊五重矣。是啊，在你这个地水火风里变化出来这五重的浊呀，已浮入世，也就像这个水和这个土和泥活到一起，失去本来的那个质地，失去本来那个样子，一个样一个样的已浮入世。恶难如见虚空变失逢接，空见不分有空无体，有见无角，相知往成是第一重，名为劫浊。这个世间的人呢，有世间人呢，就是所有一切的愚痴的众生，
恶难，你要知道这愚痴的众生如见虚空啊，你看见这虚空了吗？便是方界。这虚空啊，是遍满十方界的空间部分，你能分开你的哪是你的见，哪是虚空吗？你这个见和虚空有一个边际吗？啊，还有一个分别没有呢？这就表示啊，这个见性和虚空是一样的，虽然看得见，但是啊，根本也没有一个东西，没有一个体相。见也就是虚空，虚空也就是等于见，所以呀，没有分别。可是没有分别呀，空见不分，有空无体。那个空啊，它没有一个体相的，说那个虚空就是它的体，你把它体拿来看看，拿不来的，所以还是没有，什么都没有，这虚空无体。有见无角啊，这个见可也是在虚空里头啊，见和虚空也不会发生斗争的啊，有了见不会就把虚空赶走了啊，这个世界这个空啊，这个地方是我这个见要占领的，你这空应该走的，没有的，它也不发生冲突啊，也没有斗争。末法时代虽然斗争艰苦，但是这个见和虚空并不斗争的，并不斗争，有见无角。这个见呢，它自己并没有个角，你能看见这个见，它自己并没有一个感角，没有什么感角。感角是在你这个人自己这儿有感角，并不是这个见有了感角。在这样情形之下，虚空也没有体，见也没有知角，可是相知往成啊，这个虚空和这个见两个相知起来，好像经纬的线似的，一经一纬呀， 这互相交织起来了，互相阻止起来了啊，这个见和虚空啊就也联合起来，也团结起来了啊，见了和虚空团结起来，这叫什么呢？是第一重，名为劫浊。这是第一重啊的浊，它的名字就叫劫浊啊。这个劫也就是啊这么样子来的，所以呀、这个世间众生啊，也就是啊没有事情来找事情做，硬要这个土水和泥啊，把这个土水呀、和到一起，现在又把这个虚空和自己的剑又和到一起了，所以就变成一个劫浊。这个劫呢是梵语的，翻到中文呢叫这个十分，梵语叫劫波，中文叫十分，就是一个时候的分别，一个时候的分段，分开一个时候一个时候的，这叫劫浊。这是第一重，第一重最邋遢的东西，第一层最邋遢最不洁净的就是这个劫浊。由什么造成的呢？就是由我们这个见和虚空相知往成，相阻止起来，生出这一种网，这就叫劫浊。如身现薄四大为体，见闻角知雍令流外，水火风土炫令角知，相知往成是第二重，名为见浊。
这个前一个本来这个剑和虚空变成一个结轴，这个地方呢也就变成剑轴，如山现佛，泥山呢现在呀、啊、自己在自己呀、啊、这儿啊就不得到解脱，不得到解脱，那么团聚到一起，也就是团结到一起，因为这四大团结在一起，四大为体，四大团结在一起成了你一个身体，成了你一个身体就有了见闻觉知这四种的感觉，永令留岸。所以啊就令这个四大也都生了一种留爱的性质，水火风土，这见闻觉知和这个水火风土炫令觉知，炫呢就是回来来回来回的这么令它有一种这个网脚网之，有一种网脚网之，在这个期间就相知网成，因为网脚网之互相又组织起来呀、啊，就成了一种网，成了一种网，什么网呢？就是这种网着，这就是啊第二重啊，名为见着。这个道理呢，起个名字就叫见着。啊，这五浊在前边我讲这五浊，那个意思和这个完全不相同。咱们现在这五浊呀，跑到自己山上来了。那个五浊呢，这五浊恶世是世界，是外边。这个五浊呢，就跑到自己山上来了。这你说越跑越近了。其实怎么样啊？你因为那里边有五浊，外边才有五浊。你呀、啊，那里边你身上没有五浊，外边那个五浊也都消灭了。所以呀、啊，这世间的五浊也由每一个人的身这种妄性啊造成的。这是啊，见着，又如心中一时诵习。性发之间，容现六尘，离尘无相，离角无性，相知往成，是第三重名烦恼浊。又如心中，在你的心里边意识，你这个记忆和你呀、啊、这种分别心，诵习，你呀、啊、读诵这个经典或者读诵世间的文字，这诵习性发之见呢、啊、在你这个意识诵习呀、啊、这里边呢、啊，就会发出来一种这个性，发生出来一种知见，你本来不知道的又可以知道，本来你不明白的又可以明白，在这书上所得的这种知识，这种知识也是啊世间的文字，世间的知识，并不是啊究竟啊真正的由你自性里发生出来的。所以呀、啊、就融现六尘，因为你有了知识了，所以也就有了六尘了。六尘什么叫六尘呢？就是色声香味触法，色声香味触法，这六尘的境界也发现了，也在你这个知识里边就包容着这个六尘的这种的情形，离尘无相，你要离开这个六尘呢、啊、离开这一切的尘劳啊，就没有相，它没有一个体相，
离脚无性，离开你这种感脚啊，也就没有一个性，体性也没有体性。在这个期间呢，就相知成网，互相阻止起来，这个网也就成了。因为他要不阻止啊，也没有网，一阻止起来就有了网了。好像老子所说的啊，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伟，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混乱有忠臣。这个要没有阻止起来，他就没有一个网，因为两种啊一阻止起来，这里就有了网了啊，有了真就有假了，要没有真也没有假啊，真假它是对待的，无假亦无真啊。你有了假就有真，有了真也就有了假，所以这两个阻止起来就变成网了啊，在这一真起网了。老子所说的啊，说大道废有仁义，这个大道废没有了，大道没有了才呀讲仁义呢。要讲大道的话，有那个大道存在的时候，根本那个仁义就不成立的，就没有仁义。人人都行道，你何必又讲仁讲义呢？你仁又对于谁仁，义对于谁去义？人人都修道，人人都是克己复礼的，人人都明白不令旁人呢生烦恼，人人都知道啊爱惜自己，也爱惜一切人，所以也就没有仁义可讲了。所以才叫大道废有仁义，大道要没有了才有仁义呢。要有大道的时候，有这个道啊，不需要仁义的，那个仁义是多余的。智慧出有大伟，这个世界怎么有奸人呢？怎么有伪君子呢？怎么有假的欺骗人的人呢？智慧出，人人都要没有大智慧，都是普通的人，也没有人做那个假的事。就因为啊，这个人有智慧，他看见这一般人都愚痴，哦，他们愚痴，我用一个手段呢，我可以欺骗他们，他们不认识，那么这就有了假了，伪就是虚伪，虚伪就是假的了。那个智慧出，你有智慧的人出来了。就有假的，有假的。有没有有智慧的人，大家都平等的，你也这样子，我也是这样子，你也不欺骗我，我也不欺骗你，因为你的智慧比我高了啊！你看见我很愚痴的，你做一点事情啊，我不认识啊，我不明白你这个手段，所以这个大伟也就出了，智慧出有大伟。六亲不和有孝慈，那个家里呀、啊，父慈子孝，兄友弟恭，要是都行这五伦的这种道啊，也显不出来哪个是父慈啊，哪个是子孝啊。或者父亲不慈，子啊尽孝，这才显出孝。或者呀、啊，这个子不孝，父亲尽慈，这也显出慈来了。所以说六亲不和，家庭里头啊吵吵闹闹不和气，才有孝慈。那么这个显出来这个孝顺来了啊。国家混乱有忠臣，在国家拆平的时候，你说哪个是忠臣，哪个是奸臣？大家都是做官的啊，那个奸臣头上也没有挂个招牌，那个忠臣头上也没有人给他送一块匾，所以没有什么分别。等在那国家混乱最烂的时候，哦，某某人对国家有功劳啊，好像中国那时候耀武穆，为什么耀飞？到现在一般人提起耀飞呀、都对耀飞呀、抱一种同情心，
认为他是一个大忠臣。为什么呢？就因为在那个烂的时候啊，他能以同仇敌忾，能以把这个敌人打退了，所以一般人呢都欢迎他。这是啊这个道理。那么这个卓也是这样子，因为啊要是单单一个他不会成卓的。你会的这一真法界、如来藏性和虚空，它不会发生浊的。这就因为大家合起来了，结成党了，那么互相啊哎联合起来了，哦，这就有了假的。由这一点呢，这证明啊每一件事啊都有真有假的。那么在如来藏里边呢，那样啊的真心一真就起网了啊，也就好像我们这个人呢本来是一个真的人，但是每一个人都有个影子啊，那个影子啊就是一真起网，那个影子就是表示我们这个无明，由这个无明啊就发生种种的这个问题了。又如朝夕生灭不停之间，美玉流于世间，夜云美长千余国度，相知往成是第四重命众生浊。又佛呀舍恶难，又如朝夕，朝啊就是早晨，夕啊就是晚间，在你从早晨到晚间生灭不停，这个念头啊生了又灭，灭了又生，生灭不停，不能停止。之间美玉流于世间，你这种啊的之间，你的之间呢就是你的意思，你的意思啊美玉常常想这样子，每每想这样子，想什么样子呢？流于世间，你想啊长生不老，你想啊常住在世，在这个世间永远都不死。夜运美长，这个夜就是你所造的这个夜运，那么运就是来回流转啊，每一场千余国度啊，你这个业报的身呢就由这个国度搬到那一个国度去，由那一个国度又转到那个国度去，这互相啊迁移，互相啊流转，对，相知成往。你这种生灭不停的这种的知见，这种的意思和这个业果呀的相知就往成，那么就成了一种网，成了一种网业。这种网业呀，这就是第四重的众生浊。因为你心里呀这个念头生灭生灭，这也就好像众生啊生灭不停似的，所以这叫众生浊。汝等见闻原无异星，众臣隔月无状异生，性中相知，用中相背，同意失准相知王成，是第五重命浊。汝等
说你恶难呢，和你这一切的没有得到无漏的这些个人见闻呢，你那个所见所闻原无异性，本来没有两样的，见的闻的都是相同的。可是啊，众成隔越，因为有了尘了，就隔离开，隔越就不同了，不同了，无状一生啊，也无缘无故就生出啊两样来了，这两样了，性中相知，在这个见闻呢，这个性中啊，它相知，按这个性来讲啊，它互相啊知道。就是啊，在这个原一一经明分成六合合，在这一经明的时候啊，就相同，本来没有两样，分成六合合啊就不同了啊，不同啊，这本性啊它是相知的，这个经明之性啊它是相知的，用中相背，这个分成六合合呀，互相啊，这种用呢就不同了，互相啊违背的啊，互相违背。什么互相违背呢？眼睛就是见东西的，它就不能听东西，而它是听东西的，它就不能见东西，鼻子是闻香味的，它也不能听也不能见啊，舌头是尝滋味的，它也是不能听不能见也不能闻这个香味。这个分成六合合呀，这个它的用途啊互相不同的，互相啊这叫用中相背，这不同啊这就相背了。同意失准，这个同啊和不同没有一个标准，就没有一定的，没有一定，因为没有一定，所以呀、啊、就失去这个准确性了啊，没有一定的目标，没有一定的这种的标准，是准相知往成，这互相啊阻止起来，这又成了一种往性，造了一种网业，这就是第五重的，给他起个名字呢，名为命浊，就是给他起个名字呢，就叫命浊。恶难，如今欲令见闻久之，还弃如来常乐我净。恶难，你现在是不是想要啊？时令这个见闻觉知，这包括嗅尝的，还弃如来常乐我净。还呢就是回来，本来这个见闻觉知是随着妄缘而有的，随着这虚妄的因缘而有。那么现在呀、啊、你想令这个见闻嗅尝脚知这种的知脚性啊回来，它契合如来藏性，契合这个契呀、啊、就是契合，就合还了回来呀、啊、再符合这如来藏性。在这个涅槃四德里头的常乐我净，常啊就是恒常不变，乐就是非常快乐，我这是个真我净，是个清净，这是涅槃中的四德，还要契合这如来的如来藏性，常乐我净这种的功能，应当先斋此生根本已不生灭，圆湛性成。你想要啊
契合这个如来藏性啊，回来啊和这个如来藏性合到一起，合到一起呀、啊，应当你应该呀、啊，先要选择，选择什么呢？选择这死生的根本。什么是死生的根本？你要啊，明白清楚。嗯，一不生灭，你呀、啊，依照这个不生灭这种的不生灭性。圆湛性成的、那种啊圆湛，前面是湛圆呢，这是圆湛，有圆融有清净而湛然的这种性，才能修得成呢，才能和这个如来藏性。一湛炫起虚妄生灭，复还圆角，则圆明角无生灭性，为因地心。你应该用这个湛圆湛湛圆这种的如来藏性，炫起虚妄。你把这个虚妄的心呢回来，不要有这个虚妄生灭。炫起虚妄生灭，不要用这个生灭心去用功去。复还圆角，你呀把这个烦恼降服了，降服你这个无明烦恼，还回来呀到这个本来这种觉悟的这种的程度上，还到你本来觉悟的这种的程度上，得圆明角，你得你本来那种的啊光明而矫照的那种的功能，无生灭性啊，没有生没有灭那种的性能，为因地心，这作为你一个因地修行的一个心，因地修行的心就是你一开始修行的心，不要用你那个生灭性啊，生灭心来用功，用这个圆湛的不生灭这种性啊，用你本源明角啊，得圆明角，本来呀、啊、这种的圆明角性啊，无生无灭的这种的心来用功，然后圆成果地修正。你的因地心呢、啊、用这个不生不灭的这个因地的心，然后圆成啊你的果地的修正。果地呀、啊，就是成了佛呀，成了菩萨，这都叫果地，果地的修正啊。那么，你用功啊，修行啊，你明白真正这个原理了，它自然呢，就是很快就可以修到正果了。若成浊水住于静气，静身不动，沙土自沉，清水现前，名为出浮客尘烦恼。在因地心呢、啊，为因地心修正的时候，有一个比喻，比喻什么呢？就好像啊，澄清这个浊水，昨天所讲这个清水投进去啊，尘土就变成了
浑浊之相，容貌就古然，古然呢就是看不清楚那个样子，看得混混沌沌的，什么也看不见。那么现在呀，就好像把这个混沌的浊水澄清了它。这混沌浊水就比方什么呢？就比方啊，那不说讲有世间人呢，取笔尘土投于净水啊，土呢就失去流外的性能，水呢就失去清洁的这种的相貌，所以呀、它就容貌古然了，看不清了。这就表示众生啊，在这个如来藏性里边呢，由这个四大五浊呀混合起来，就生出无明烦恼啊，依真起网，依着这个真的就生出一个网来。这个网啊并不是真，这个真就不是网。昨天晚间我们讲这个真呢，就比方我们这个人的身体，这个网呢就是身体那个影子，那个影子，那影子是不是真的呢？不是，因为有啊这光明照的出个影子。这影子是什么？就是那个无明。那无明是不是真的呢？不是，它是那一个，也是在这个真的上生出这么一个虚妄的东西。可是啊，因为这一个虚妄就把种种的虚妄都生出来，就好像啊这个水和泥啊活到一起就不清楚了。本来是一个清洁的，因为发生化学的作用了，这土和水呀、合到一起发生了一种混合的样子，就不清楚了。现在修这个因地心，为因地心呢，又好像什么呢？又好像啊把这浑浊的水又澄清了，浑浊的水澄清了啊，注于净气啊，注就是储存呢、这个储于净气啊，储于净气啊就是把它装到那一个不动的那一个东西里边，气啊是器皿。这不动的东西是什么呢？你现在呀、这坐禅，这就是啊一个静气。你这澄清浊水呀、你看们现在打坐参禅呢，这就是啊澄清这个浊水呢，澄清浊水呀、坐着也不动弹，修定，修定力，修定力。你有了定力了，就把这个定水呀、清净的定水存到你这个自性里边，你这个身体呀、就好像一个静气似的，静身不动。你静到极点，静到极点啊，静身不动，也不要动。不是说这个腿痛了也就换一换腿，腰痛了我往后躺一躺，好像裹钱这样，有的时候把腿这么伸开，这么探，这么样子，总觉得啊这么样就自在了啊，不肯吃苦，这叫不肯吃苦的啊。俺们吃不了苦，总拿了很多披露垫在那个地方，垫着腿，这是啊没脱了美国人的本色呀。美国人讲享受，没有脱去啊美国人的本色啊。美国人讲享受，住好房子，住洋房子一切一切都讲享受，所以家里再差不离的，家里再穷的家庭呢，也要有一个 television， 要有一个这个 television， 大家来看 television 啊，这叫讲享受。
所以呢这就没有谈到啊净身不动了。这个净身不动啊是不怕苦不怕难，什么都不怕的啊。我这个腿痛一点，这不算一回什么事啊。沙土自沉呐、啊，你这个沙土啊，也就是你自性中的烦恼，那烦恼啊，自然就沉下去了，就沙底了，向下沉了，清水现前。你这个沙土沉下去了，清水就现前了。你沙土烦恼没有了，无明烦恼没有了，啊，你这个自性的光明也就现出来了。你这个定啊，定水呀、啊、现前了，就有生出一种定力来了。生出一种定力，这有一个名字，这个叫什么名字呢？这是名为啊出伏克尘烦恼。出伏啊，出啊就是最初，就是一开始。伏啊就是降伏了。降伏什么呢？降伏克尘烦恼。这克尘呢，前边不讲过说是这个尘呢就好像住店的客人似的，那个主人呢不会走的，那开店的主人不会走的，那个住客呀终究是走的。那么这个客尘烦恼，就是这个无明啊烦恼啊，这都是叫客尘烦恼。为什么客尘呢？它都不是真的，它是啊依真起妄，依照这个真性呢菩提它生出这么一种妄念了，所以生出这个无明烦恼，这叫啊出伏克尘烦恼。克尘烦恼它不是啊自己家里的东西，是从外边来的。缘起这种尘呢，这种无明烦恼啊，都是假的，不是自己真性里生出来的，因为它没有根，所以这就叫克尘烦恼，并不是真的。去你存水名为永断根本无明。前边这一段经文所说的是住于静气，静身不动，这泥沙就下沉了。这个泥土下沉呢，清水现前，可是啊你这个沙和这个土虽然自沉了，清水也现前了，你如果不把这个泥拿出去，把这个水装到另一个干净的器皿里，把这个沙土不要它倒了，这才啊叫永断根本的无明。你如果留着，说我这个水清了，底下那个沙泥由着它，随它存在，不管它了。即使一摇动的时候，这个泥土又浮上来了，浮上来了，这表示啊又生无明烦恼。你现在把这个泥去泥存水，把这个泥不要它了，这沙土啊拿出去，这叫纯水，就剩了这个清水了。这个名字呢就叫永断根本的无明，永远断除啊这根本的无明了。你说把土和水活到一起就浑了，浑了要澄清啊的时候就要一个很长的时间，然后再把这个泥搬出去就费了很多功夫，然后啊才到这个纯真澄清的这种景象。
纯真，就是没有沙土了，它是清净的这个水，清洁这个水，这叫永断根本无明。这根本的无明呢，就是这个生相的无明。这根本无明不容易断的，你不要以为就怕你一去了就是这么简单的。这在等脚菩萨还有一份，一份呢是很少很少的，很微细的，有一份生相无明。这根本无明就有叫生相无明。生啊就是众生的生，相啊就是这个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这个相，这生相无明。这是最后啊，要是断了这一份的生相无明，就成佛了。名相精纯，一切变现，不为烦恼，皆合涅盘清净妙德。你把这个泥土去尽了，清净而澄清的这种名相，名相啊就是妄污不净，真污不纯，这个妄污都没有了，完全是真的。这是啊到那个究竟的结果啊，也就是啊成佛了。在这个时候啊，这由这个光明中所显现出来一种的明相精纯啊，一点无明烦恼都没有了，一切变现呢，在这个时候啊，再有无论什么变现，不为烦恼，这都不是烦恼了啊。这个时候不是说烦恼即菩提，这时候啊根本就没有烦恼了，因为啊永断根本无明啊，把这无明都断了，你啊自然就没有烦恼了。结合涅盘呢、啊、这所有一切呀、啊、都是与这个涅盘这个道理呀、啊、清净妙德，与这个涅盘不生不灭这种的理呀、啊相合啊，清净无染的，没有染污的妙德，这种啊微妙的功德。第二义者，汝等必欲发菩提心，与菩萨成生大勇猛，决定弃捐诸有为相。第一个决定义已经说给你们各位听了，第二个决定义呢是什么呢？汝等必欲，您们这个在座的声闻缘觉这些个有效的人，必欲，您们必定啊想要，想要什么呢？发菩提心，发这个回小向大菩提心，发这种觉悟的心，与菩萨称。你发菩提心就要行菩萨道，要行菩萨道你就要在这个菩萨称上行，这个菩萨称就是大称，发大称菩萨心。要怎么样呢？生大勇猛啊，不要忽进忽退，不要向前走两步向后退三步啊，必须要啊生大勇猛啊，哎，生出啊最大的，再没有那么大的勇，勇就是勇敢啊，有勇气，你这个人有勇气没有勇气啊？有勇气，有勇气向前去啊，啊，争取最后的胜利。猛
猛啊。什么叫猛呢？好像那老虎啊，中国人都叫它叫猛虎。猛虎因为什么呢？它往前这么一扑啊，这个力量啊最大不过的，你呀、啊、什么力量也挡不住它，这是猛，非常勇猛的啊。古来那个大将啊，战无不败，百战百胜，好像楚霸王，那就是这个猛。又叫勇将，又叫猛将，最勇猛。他也不怕死，也不怕种种困难，那就叫勇猛，最勇猛了。不怕敌人，敌人怎么样强盛他也不怕的，这就叫勇猛。决定弃捐，决定不要犹豫，不要啊我想要修大乘啊，又舍不了小乘，好像恶难似的。想要发大乘菩萨心，又舍不得这个因缘法。你说佛说这个因缘法呀是不错嘛，怎么现在佛又不要这个因缘法了？你就叫俺们不要修这个因缘法了。他还舍不得。想要修大乘法呢，又舍不得这个小乘的这个道理，这就没能啊决定，有犹豫一些，有犹豫一些，忽进忽退，这犹疑未决，没能决定啊。好像啊，人做一件什么事，我决定了，我决定要做这件事，就要做去，不要啊一个人踩着两只船啊。这个中国有这么一句话，说一个人呢上两只船，又要到江北，又要去江南啊，这两个脚，一个脚在一个船上，这个脚就想到江北去，那个脚就想到江南去，这两个船呢，你说是到江北到江南，这一个人呢上了两个船上，一个脚踩着一只船，这就是啊犹疑未决，没有决定。现在呢讲要决定，决定什么呢？决定弃捐呢，弃呀、啊、就舍弃了，捐呢就是不要了。捐弃什么呢？诸有为相，捐弃呀、啊、弃捐这个诸有为法，就是小乘法，小乘法就是有为法。什么叫有为呢？有为就是有所作为啊，就是有形有相的，凡有形象的都是有为法。这有为法呢，有形象呢终究会变坏的，所以这有为是会坏的。无为法是无形无相的，无形无相的呢永远都不会变坏的。前边经上不讲，你看那个虚空什么时候烂过，你看那个虚空什么时候坏过啊？没有坏过也没有烂过。为什么它不坏不烂呢？就因为它无相啊，它无相可循。所以这个经上常常举出虚空来做比喻，也这个虚空啊就代表这个如来藏性，如来藏性就是虚空，虚空也就是如来藏性。应当神想烦恼根本，此无始来发业人生，随作随消。应当啊审想，你应当啊审查，详详细细的要知道。知道什么呢？知道这烦恼的根本，什么是烦恼的根本，你应该要知道。俺们现在这些人也应该要知道什么是烦恼的根本，烦恼的根本在什么地方。此无始来，这个烦恼的根本从无始劫到现在，发业任生，发业啊也就是造业，任生啊也就是啊脱生，脱生去，由今生又脱生到来生，由今生不能终了，不能完了，还有来生，这叫任生。随作随受，这都是随造业随受这个报，哪一个造的业，哪一个受的报。恶难
如修菩提，绕不神观，烦恼根本，才不能知虚妄根尘，何处颠倒，畜生不知，云何降伏取汝来位。恶难，如修菩提，你修这个菩提脚道，你修这个大乘菩萨法，绕不神观呢、啊、你如果不审查而关照啊，而知道这烦恼的根本，才不能知，你就啊不能知道虚妄根尘。你虚妄啊，这四大呀、啊，这六根六尘呢、啊，这个五蕴呢、啊，这种种的虚妄，你不能知道。何处颠倒，你也不知道啊，什么地方就是颠倒，什么地方就不是颠倒，你也不知道。畜生不知，你何处的这个颠倒从什么地方来的，它的根本在什么地方，畜生不知，你还不知道。云何降伏，你怎么能就把这个颠倒无明烦恼能可以降伏了呢？根本就不可以降伏。取汝来位，你既然不能降伏，又怎么能取得汝来的果位呢？又怎么能得到如来这个妙觉的极果呢？你是不能够的。你想要得到如来这妙觉的极果，一定要知道这烦恼从什么地方来的。